江启林。上帝，我对你所许的愿，在我的心上，我要用赦免的祭献给你，因为你救我的活命脱离死路。你敢不是保护我的脚无跌倒吗？让我在上帝面前行在活命的光中吗？咱这个是要来祭念十条诫。上帝十条诫，第一诫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唔通有害的上帝。第二诫，唔通逆着家己家境偶像。祝你的工，虽然阮所做的，刚才无够，阮所做的有过程，总是阮有缘，着努力，着打拼来努力，来传主你的福音。啊，阮将阮今仔日的礼拜，甲阮的福音，拢交代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带领，祈祷感谢，靠主名来求，阿门。